量累计超过4500万册，被誉为日本国民级不良少年漫画的飘配男子汉，堂堂登上 PS4 喽。本作是基于飘配男子汉第二部故事所改编的动作游戏，玩家将化身为转学生房屋春道，一起体验他用双拳称霸超级不良高校铃兰的传奇事迹。玩法基本上是由打击、拉直、防御三种不同的动作所组成，三种动作有着相克的关系，打击可以克抓直技，防御可以克打击技等等，玩家必须配合对手的行动，使用不同的方针来战斗。除了基本动作能够给予反击的识破与运用地形等等干架技巧也是非常重要，透过战斗累积了足够的能量，按下 L1 和 R1 会进入燃烧模式，在这个模式之下能力值会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可以使出漫画中精彩的连段必杀技，想必会让原作粉丝大呼过瘾的哦。由原作者高桥宏兼修，描写原创角色赤城正宗的外传故事更是不能错过哦。喜欢飘泊男子汉的玩家，一起与春道来场合体旁的干架之旅吧。